兄弟都受伤了，还彻夜喝酒，早点跟我说嘛，我还能替你喝两壶。喝你的酒吧。哎，你这又是被何炅暗器所伤啊？你的暗器来了。哎，既然话已经说清楚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 等你伤好之后，我们再公公正正的比试一场，无论孰胜孰负，也算了了我的心愿。那之后我便会去太后那里领罚，就不用再假扮什么公主了。如何？一言为定。 这哪是去领罚呀？这分明是去领死啊！这是。欧阳，你有没有何种办法可以让我的伤口恢复的慢一些？只是慢一些就够了吗？不够，最好还要能恶化。得嘞，把衣服脱了，我会清点的。 休息好吧。那倒也是，你昨夜从竹林归来就愁容满面的，现在已经巳时了，你已经一夜未合眼了。什么？巳时了？嗯。那我这千枚玲珑功早就过时辰了呀？怎么变不回来了？老大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 老大，怪了，公主的经脉淤堵严重，阴阳失调，气血倒流啊！这么严重啊！公主是从何时觉得浑身疼痛的？别走啊！回来给我解开！ 给我解开，我就自己冲开。看来是那时应冲穴道导致的功法受损。可我这脸，任务失败，我定是将死之人了，却还不能用这面目面对他们。不行，欧阳大夫。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恢复得快一点？快一些，最好是即刻恢复。啊，公主，此等内伤啊，需要慢慢静养，急不得的啊。相爷没来用膳吗？我听说相爷因为伤口热毒发作，所以病倒了。 别说用膳了，连床都下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去看看他。凤芝，把菜装进食盒里。好。这欧阳给的药也不管用，伤口愈合的这么快。相爷，我来给你送些饭菜。 相爷，公主，陈某今日伤口上沾染上了热毒，气血亏虚，无法下床，怕是许久都不能与你比试了。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比试？身体不舒服也要吃点东西啊！你的手为何如此冰凉？没有。 可能是因为天气有些寒冷，我穿的有些单薄了，我去给你拿点别的。你病了？你没病。陈玉，陈玉，你给我出来！陈玉，你，公主，公主，你千万不要被陈玉这个君子之相给骗了。 他昨晚偷偷把我打晕了，害我在雪地中昏厥了一天一夜，这才没能和公主如约相会。陈玉这个小人，他定是因为他仇我的嫉妒之心。赵怀安，相爷是我的夫君，就算他因为嫉妒之心阻止你我幽会。 那又如何呢？公主，你看清楚啊！我是安安啊！自从三年前公主便对我一见倾心，我对公主也是情不自已。从此你我二人浓情蜜意，和如情色。公主，难道你都不记得了吗？赵怀安，我不允许你污蔑公主。公主冰清玉洁。 怎会与你这种人藏匿私情？我哪种人啊我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问公主。赵怀安，无论过去如何，但自我嫁入相府起，我的心里就只有相爷一人。可是，公主，安安，赵怀安。 你到底是哪一句听不懂？我的心里没有你，以后也不会有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公主和赵怀安再无瓜葛，懂了吗？<笑>你方才说。 从此心里面只有我一人，此话当真？我刚才那是为了撵走他故意说的。我是安慰之手，肯定要兢兢业业，精益求精。演戏当然要做全套。你别多想。报，相爷，这是太子送来的请帖。恭请相爷携福音公主于15日赴宫廷盛宴。 另特请福音公主与宴会演奏一曲《平沙落雁》。